卡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是娜塔莎。红豆泥的朋友们又问了红豆泥什么样的问题呢？男女约会各付各的 OK 吗？当然不 OK 啊，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我知道，其实啊，我在这边大喊不 OK 也不代表我年轻的时候深知这样的道理跟哲理。所以现在哦，娜塔莎要来跟大家分享，你如果是一个女生，你在交往的时候一定要让男人付钱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是一个男生，那你在交往的时候为什么你不付钱？那这里啦，有一些原则，好，那个原则呢是非常心理学的。有些女生会强调我不花男人的钱，哎，你这样讲你很得意吗？你会不会从小呢你都没有花太多你爸爸的钱？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生命的状态要去探讨的。甚至呢有一些在婚姻里面的女生呢，哦，我都没有花过我老公的半毛钱，那是不是代表你老公怎么样？他很小气，还是他的赚钱的能力比不上你？那这件事情你很开心吗？一个女人哦，很有赚钱的能力，跟你的爱人他有没有赚钱的能力，这两者你不要把他打架啊。你自己赚的钱是零花钱啊，老公赚的钱、爱人赚的钱就是滋养你的钱。男人都会用给钱的方式来爱一个女人，所以这个问题你们可能不是来问娜塔莎 O 不 OK， 对不对？你们想问什么？就是哎呀，我现在就遇到啊，我交往了那个男的都不付钱。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要来帮你们解答的就是你要怎么样让他付钱。这个叫交往的时候啦，也有可能现在你们已经交往啦，还是你们已经恋爱了，那你们已经结婚了，我可能来聊一聊好不好？女人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男人付钱？你不要觉得让男人付钱是一个负向的事情哦，它很正向。让你的爱人呢付钱这件事情会滋养男人的自信心，他每次都要靠你，这不很奇怪吗？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丰盛的人，他能够不断的给出去，这是一个锻炼男人呢越来越有钱很重要的方法，也是得到男人的爱很重要的方法。Dream， 你选几呢？我选三。好，选三，选三呢，我们来看看，选三呢，好，这张牌叫做秘密。哎，你自己都会掏钱是不是？就是我会不好意思。就是在约会的时候，你们想从包包里面拿钱出来付，这个行为哦，把手剁掉。其实我有那个经验啦，我坐在那边就坐立难安，要不要拿钱呢？要不要拿钱呢？要不要拿钱？你就很自在啊，就一直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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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到男人自己去买单为止。你要把你的手剁掉哦，或者是都不要带半毛钱出门。哎，我今天没带钱呢。不是男人不付钱，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不要有那什么 AA 制的概念，我们是跟朋友 AA 制，怎么会跟爱人 AA 制呢？不是这样的哦，好吗？让他来爱你，他买单就是他爱你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。选一的同学，这张牌叫做宇宙。其实啊，你还不是很确认要不要跟他交往，所以你就会很就是他付钱，哎，我们就在交往了吗？还是啊，我付钱嘛，就我们没在交往，你就很纠结这个问题啦。无论有没有交往，男生在约会的时候就要很绅士啊，就要付钱啊。你不喜欢他，你就不要跟他约会，这也可以。有时候你的问题不在于他要不要付钱，而是你有没有跟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会，这才是重点。不喜欢就不要约会，也不用人家付钱，就不会有这个苦恼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二的同学。选二的同学叫做月亮。我相信有可能你们已经在交往了，或者你们已经结婚了，你真的要衡量你的伴侣啊，他的收入才选择约会地点。他收入好，约会地点好的地方，然后要花钱多的地方。如果月底了你还要去吃大餐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所以你看情人节的日子就选得不错，2月14号，这个是月中，钱还没有花光。我觉得女生呢有时候也要试像一点，培养呢消费的规模越来越高，但是这个原则还是你要让你的爱人付钱，绝对不能哦，他没有钱你付，这个动作
剁手，剁手。女生不要付钱，你就能够培养你的男人越来越有实力，爱你的家庭的实力。那你要衡量啊，有没有你自己要调整他付钱的那个容许度，你就不会有这个苦恼了。最后我们来解答选四的同学，选四，今天呢我们在解答这个牌呢，选四都觉得好遥远哦。好，四这张牌叫做公平，这个答案啊我真的没有一个解答可以给你们。你的爱人就是没钱，没钱怎么付？他就是没钱啊，怎么办？也不是这个问题啦，你可以告诉他，我可以陪伴你一起吃苦，但是那两个包子馒头也得你去买，有没有这个概念？我们可以同甘共苦，但是现在没有甘嘛，因为就是没有钱。你是一个男人，即便我们约会，你只能够买两个包子两个馒头给我们两个吃，这才是锻炼男人有自信，展现他的雄风，有赚钱的能力，还有爱你的能力。我今天呢帮所有的女人呢解答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那嫁给他呢，真的他在没钱的时候不要抱怨，你也不要用那个条件去评判哦你的爱人哦。加油 GO GO 红豆你抽幸福卡，下次再见。